的是一个刺青师，他用刺青来给展现出来自己对自己存在的一个奢求跟欲望。那王家卫饰演则是很爱很爱很爱的状态。你知道最近非常流行表哥跟表弟啦，所以可以看一下。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诚实的，票房是长虹的，也希望所有受到如何。现在看到名字会尴尬吗？现在不会啊，因为就是尚和哥很贴心啊，就是都会好好的保护我，所以我觉得蛮平静的。对啊，我用我们两个都喜欢而且享受的方法保护着他了。对，听到导演说哦，你们要什么样的姿势？就刚那一段是舒服的进行中，那你们呢？会痛并快乐着吗？我觉得当下是享受会多一点，因为女生的身体就是比较柔软，然后嘴巴也很软，所以当下会觉得哇好新奇哦，居然是这种感觉，所以又打开了我另外一个空间的维度。哎呦，对，所以现在敢看我了吗？现在还是，因为他之前说还是碰到面还是不太敢看我眼睛。对，而且应该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，对不对？非常新奇。然后跟像他们都是第一次演长片的很年轻的演员，我觉得他们在现场有一种豁出去，有一种就真的是什么都不管，然后你反而会被那一种东西觉得挺感动的，挺震撼的。不小心把脏话